好的，这边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就绪，我们进入到第一张比赛。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来到双方的较量。这边地图是地狱小城，对，我们看到，当然保卫者的是 AG， 但潜伏者的是 Anixia。哦，来看一看这边北美队伍啊，当然潜伏者会打出什么样的一个进攻？感觉这波是要打一波 A 区了。是，四个人是已经哇，中路还有一人，估计在骚扰。那四人带包的话，应该是在是准备进。看一下 O O 的发挥还不错，一换一。但是二楼这边被逼得很惨啊！哇，这边拉出来找的话就有些困难了。对，因为一层的 O O 可能说他顶着打，打完一个之后瞬间被秒了，二楼就会很尴尬。是，那这样的话 A 区被占领，来看一下回防。这边七零李思南，看一下这波回防啊，直接选择一波后路三人的回防，是，感觉这波是有戏啊，全部逼到楼下，全部逼到楼下，看一下对手的投掷武器似乎也没有了，直接下来找，还不错，一个绕后了，这个绕后应该有点慢了，慢了，好的，顺利拿下第一分，哇，刚刚这个三人后路的回防非常的果断，是，那我们可以看到。Anixia 最后在这名队员，在抄家的这名队员，确实是感觉太慢了一点。对，有点太慢了。是，因为他没有想到说，他第一时间可能是在断屁股，然后一说后路三个想立刻去偷的时候，正面队友没有拖得住。是，而且 VG 就是 AG 打得特别的勇敢，他就打得特别果断，他直接跳下来找，对，根本不跟你多说。哇，这边哇刷屏 A 打 A 打一波前压，对，漂亮这波刷屏，从前两分来看的话，似乎 AG 的手感已经慢慢开始回暖了。对，这边 Anixia 是否有你一个特别熟悉的 ID 啊？哦，还没有注意的看。Solo， 这边 Anixia Solo，北美的 Solo， 对，北美 Solo。看一下北美这边 Solo， 第一时间是被绝技一发，对，被绝技一发定了。哎，感觉跟中国的 solo 差不多啊，是中国 solo 走过来也是被应该被绝技一发的，也是被反一发哈。对对 对，看一下一文从 A 连直接跳下来。好，那这边的话又是形成了一个五打三。哇，这边 B 一又是直接被打掉，最后剩下一人，直接过来抓你一个。哇哇，这边。枪还是非常准的，是卡点第一枪还不错。我这边昨天有看到，就是我们有很多玩家去发那个贴吧的一个照片，说是北美队伍吗？这个鼠标是放在显示器后面玩的。是，对。哇，这个，当时看了一下那个小短片啊，对，真的我感觉玩起来好累啊，就对他那样玩确实很累。其实对，在就是我们职业选手中国职业圈子里面也会有人这么玩，但是没有说显示器靠得这么近。对，我感觉脸国外的显示器可能只有五公分。对，就怎么说，就国外的很多打 FPS 游戏的这些选手，显示器就快进去了眼睛。对，就感觉要把脸贴在显示屏上玩，真的我也接受不了。好，但那样的话，可能反应速度会快一点。是吧？对对，看准心看的对，更专注一些。对，就不知道他平时看书的时候是不是这种感觉。好，那这边的话，先是开场七零被打掉，现在是一个五打四。A 点还要再考验一下 OO 吗？现在 OO 的手感还不错。对，哇，这边 OO 再进两个，两个，三个，第四个有没有？哇，可惜。不错了，这波在 ET 的一个强行三杀啊。是。这个点位三杀其实还非常难的。是的，那这一下看看伊文和绝技的回防，还是很果断，两人从这个进家回防。这边雷包，第一个能打掉吗？漂亮，绝技这个枪。一打一，现在李思南剩下伊文，伊文这个点很阴，侧身位打掉，漂亮，四比零。哎，感觉AG 就宠王换成 OO 之后啊，这个 OO 他感觉是有一股劲，要想证明自己，对，在这场的一个发挥7-2的一个数据了。是，就作为新人的话，他肯定在这个赛场上要抓住每一次机会来表现自己。对对对，还不错。是，其实他比可能这些。老的队员对这个胜利的渴望更加明显一些。对，这就是新鲜血液带来的那种改变，给队伍带来的改变。那第一时间的话，七零也是在 B 一狙掉了一个，
就现在的 Anixia 就不知道到底该打哪， A 区爆了两波结果都被刷，但其实 A 区两波已经进去了，是，但是总是打一个就是回防的时候打不过，对，而且一次三打三，一次二打二，就是这种小规模抱团还是刚不过 AG。 这边中路麒麟狙击枪架得很严实，你敢上吗？他应该有想法，应该想看一眼，但是麒麟的狙架好你了，看见了，当时是应该是腿上的小背包露出来了，队友上来了，哎，刚好是也是一个狙击枪上来，两个狙都是同时空了一枪，是，哇，这边双方在，哇 ，solo 还有点准呢，跟麒麟是打掉，看一下是不是还要找麒麟刚一枪，雷包现在应该是掉在中路，是被中路楼梯这里被卡住了吗？漂亮，又是被直接打掉，五比零，五比零。好的，接下来看这边第一时间麒麟是想去 A 大狙击枪，那这样的话 A 连是要选择前压吗？A 大配合 A 连的一波前顶、但是中路的李斯南已经被打掉，那这样的话 A 大前顶麒麟，但是正面钢枪一颗闪，一颗手雷炸住，还要上中国队伍一个，告诉你什么叫枪法， OO 的这个三杀真的是精彩，而且这个小配合特别的漂亮，就麒麟在第一枪打掉了你这个第一点，然后马上闪光手雷帮助 OO把后面想过来反扑他的人全部给闪住，而且关键他们这波就是开局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要跟你拼 A 大了，对，然后麒麟第一时间狙掉第一个比较关键，第一个是出来丢白的人，是他把那个丢白的一就是直接杀掉之后白门丢出来，那直接 A 连一颗闪小到一颗闪就直接结束了 A 大，是睁不开眼的，这就是传说中的闪到死，对，这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配合性了，对，就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是，那这样的话九八一波交火之后打成了一个三打三，对，那这样的话 AG 在血量上有优势，看一看现在对于 Anixia 来说的话就是可能目前想的就是先拿一分再说，哇，这边一文九八直接下来三个打掉、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对，这给北美队伍打的现在就是心里面有点想法了，云里雾里了，对，什么情况，第一场不是十比八吗？对，为什么第一场是一个沉睡的巨龙，对，沉睡这场是苏醒了，是，大家都知道 AG 其实确实现在打国际赛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就像我们赛前讲的就是一个慢热的队伍，对，嗯，看一下七比零了，这个时候 Anixia 怎么办、这边 AG 三人独九八，是的，而且这个时候雷包是已经丢在了家里面，看来是想利用哪个破点然后让队友再回来拿包、啊、这边打得很拼啊，AG 现在完全找到了状态以后就是顶啊，对，绝技这边想利用自己这个蛇形走位想偷家，结果被一发直接被反定，那这边的话就是从目前来看现在 AG 就是说是不是可能给对手拿到一分，就这样的一个打法，因为会打得很奔放，我觉得在上半场对吧打个九比零是 OK 的，下半场一次一次给一分、对吧，一次一次可以可以，但不意思也行嘛，把这种自己的腔调打出来，是，就我今天我就是来拿第一的，对，哇，这边完全就是往复活点里压呀，这个怎么打，就真的有点碾压了，是啊，然后回来，哇，哦，又是一发定十四个人头了，八比零，我的天哪，十四杠二了，是十四杠二，那这边我们看一下整个 AG 的战绩表似乎看一下北美队伍，没办法了，想去 A 点，哇，这边中路也是前顶 ，B 点是三人前顶 ，A 点 OO 一人，这个时候就是这么大胆，就是这么放心，哎，你看 OO 一个人够了 ，AG 这边蛇形走位蛇，你看又跑到匪家了，又跑到匪家了，这一次没有人断他了，对，他这个时候已经确定别人是打一个 A 区了，已经上了点，侧身位打掉，看一下我蛇能不能够，看一下第二个反定，哎呦，这时候李斯南被打掉。就等于硬把北美Anixia硬往 A 区赶，是。哦，一文这边打掉一个，对，而且哦打得很冷静，他并不是说手感热，然后就一直跟你对枪，他觉得该屁股收过来。那、完了完了完了，中连接。那我们也是恭喜一下 AG 上半场九比零。哇，这边九比零真的有点打出了就是王者的气势。对，打出了就是。